Hello， 各位，今天我们来住美高梅的房间。那看到这里没有人帮我们 check in， 那我们就自己 check in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走吧，带你们去看看我们这大概一个月吧住的房间。Go go go！ 在22楼。还不能按啊，这样就能按了。22楼到啦。出来又是一个门，这个电梯其实蛮好看，高大上。六。22212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好，好，22212到了，啊，好期待啊！咦，怎么会有别人？啊，好，这个其实啊是酷老师，我们的酷老师的房间呢，啊，小弟我其实是住下面，只是因为酷老师嘛，对不对？老师的房间比较牛逼一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来拍。好，一进来看到这个红酒跟这个水果啊，可以肯定的是呢，这个水果是免费的，红酒呢，应该也是。哇塞，居然还有这么多酒哎！好了，不用想了，这些都是要钱的。啊，不用吗？哦，难道这个就是老师的房间不用？哦，下面还有一个小冰箱。基本上啊，只要在这边住的话，这个小冰箱里面的饮料都是免费的。上面这些呢，基本上是要钱。不过呢，由于某些原因，好像老师的房间不用钱。哈、哦，来，我们看看能不能转角遇到爱。喂，怎么又？哎，老师，你怎么在这上面？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哦！失敬，打扰。好，老师在看电视，看这个什么《彷徨之刃》。我只听过《鬼灭之刃》，《彷徨之刃》。好，没有，我们下一个地方。哦，那里有一个明亮的空间，是什么呢？是浴室。废话，当然是浴室了，不然还有什么？哇，有个小光头啊，是个和尚。那我们把这个潘朵拉的盒子打开。啊不，这不是潘朵拉盒子，这是牙刷套装。哎，哦，好哦。哦，我刚刚是不是忘记了这个宝格丽的这个英文啊？看不懂呀，应该是如意吧。有没有人知道的可以告诉我。啊，这是一个浴缸，听说这个浴缸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功能。什么功能呢？就是热水、冷水、温水啊，有三种水，太厉害了。好，我知道是废话。噔噔噔噔噔，我要上厕所。哦，它会自己掀起来，掀起你的改头来。哦，干，我不知道我会不会靠太近它射出来，应该不会吧。好，我要上厕所，大家不要看啊。那还有个衣帽间啊，衣帽间呐、啊，呜、哦，又回到最初的起点。哦，刚刚是不是忘记给大家仔细看看这个沙发。如果我们用一个屁股来算的话，一个这个小的沙发哦，应该是可以坐两个，应该可以放两个屁股哦，两个、四个、六个，这算一个，七个，哇，这个好大，这个算三个好不好？哇，可以放10个屁股，这里可以坐
十个人，这里可以十个人一起坐啊啊啊！我刚说什么啊啊啊？当然没听到。这个才是真正的掀起你的改头来。好啦，其实上次我是也是住这一间啦。上次是因为我们库老师生日，然后他有事先走啊，然后我就刚好可以借他的房间住。这个操作的这个按钮啊，其实我觉得是很不友善。我已经在这里之前在住了三四天，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搞。哦，反正今天很顺利，一下就打开了。来看看外面的风景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现在有开灯的 view， 有开灯的 view 长这样。我们来关灯板试试看。噔噔噔噔噔噔，这间叫什么什么酒店？哦，喜来登这边。噔噔，喜来登。好像其实这个晚上没有开灯的 view 也没有很好看啊。失敬失敬，影片已经拍完了，趁老师在聊天，趁他不注意，赶快把一台茅台酒偷走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哈哈哈哈哈哈。